行。对对，说什么？你好，这里是张北吗？是的，我这边是公安局户政科，麻烦您带您本人身份证来我们公安局一趟。我们这边收到了一份由金岛市出入境管理局下发过来您本人的一份协查文件，文件要求我们在2个小时之后将撤销您本人身份证在国内的所有使用权，听明白了没有？明白。原本想要联手鲁南骗陈曼，却在拍摄期间接到了真诈骗电话。罗晋，你怎么看？在他说这一段词儿的时候，不管我说什么都打断他，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他把这所有都说完了，然后对对，说什么？说什么 ？Nice。说什么？他又来了一遍。我在中间外还是打断他。像一个子弹，一个弓箭射出去，喷了，你叔叔回来了，我来了一个喷陌生电话先求证，网上转款需谨慎。